眼前线时间12:00，2019年6月6日星期四。唉，这个喷笔柴好似都搞到头晕晕，我已经试了3次都系唔 work 嘅。跟后屘，有一个台湾 friend 就佢又喺佢个 post 里面就讲。咩叫我咩试多次？真系嘅，唔系不过都好耐嘅，都下昼2:00嗰时。佢同我讲话，你啲 pump buster 话诶没有安装好，你必须要喺 BL4 安装无底日，即系嗰个 installer 嗰度寻找 PBSBCXL， 唔系 X， 并且安装 pump buster 服务程式。接住再去 Pumpbuster 網站去下載並安裝與更新的 Pumpbuster 用戶端程式，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不要在沒有試過底下直接將這 game delete。 哇，講中了。接著他說，請記住你必須要將 PB Setup X 放在你的 BL4 的 installer， 即安裝目錄來執行安裝並更新用戶端資料，並且確認沒有使用 Windows 中文使用者名稱，否則沒辦法確認 Pumpbuster 安裝路徑，亦都會造成讀取失敗。我聽日再試多次。首先佢俾咗個佢哋開個 server 俾我，咁我就去玩，咁我就試入去嘅。咁好簡單。都係一樣嘅，即使入去輸入都係話你被 Pumpbuster 驅逐，英文就話 You will be kicked by Pumpbuster。咁基本上試都唔使試嘅。咁第日聽日都係第日睇完試之後，一放咗之後12:30即刻就拍片，拍完片之後就產一隻 BL1 佢，跟住就裝翻 BL4。因為我個位置，因為如果我而家玩 BL1 啦，如果再裝 BL4 唔夠位嘅，因為 BL4 60幾G， 而 BF1 就係80幾G， 咁即係近140G。咁但係我嗰個位係唔夠140G 嘅，咁所以我聽日試下先。如果真係唔得，咁真係拜拜啦。咁但係如果要我轉拍 BL1 當係講嘢嘅話，都好唔習慣。不過唔習慣，正常好簡單，未適應到嘛。好似我開第一次拍片咁樣，都係未適應到嘅。我記得喺舊年6月6日嗰日，我第一鋪玩呢個花歐寶。BL1 啦，攞住架伊利亞維爾諾茨戰鬥機，我記得個名嘅，呢個係以沙皇為名嗰架軍炸機，嗰架軍炸機而家係好，都係話而家好 hit 炸嘅，因為佢有一個配備就係連環迫擊炮，即係話你掉落去之後可以一次過殺死曬喺個區域裏邊所有人，咁我就喺嗰度一開始出世。攞架伊利亞維爾諾茨嗰軍炸機，係咁喺度放嗰啲迫擊炮炸，係咁炸死曬好多人。跟然之後，我最尾係殺咗60個死零次，我記得嘅。但我真係想 po 條片上，但係都冇啦。唔係，我真係想剪呢段啊。唔係，其實因為嗰陣係我哋個方係輸咗，但係後屘因為我功勞所以贏咗。真正夏天而家嚟啦，即係都有太陽，好似之前咁樣落住雨。我都好 lucky 可以揾到呢個 server， 因為呢個 server 係喺我舊年7月嗰時，我最後一次玩 BL1 嗰陣，玩完，跟然之後，即係個，因為都
不玩了，所以我就鏟了他邊度一佢。咁之後就佢又好醒嘅，將佢會佢將我嗰啲玩嗰啲記錄 save 咗喺你曾遊玩過的伺服器裏邊。咁即係話我到而家個到而家入翻嚟玩嗰啲 server 仲喺度，即係意思係一年嗰啲嘢都仲喺度，都幾 lucky 咯。聽日考呢、這個，喂，聽日考呢個英文 listening， 十點唔係八點半到十點半兩個鐘，跟住十點九就啲英文嘅 oral 到到十二點三。呢、這個英文 listening 都係主要嘅流程都係首先聽 listening 啦，之後做呢、這個要寫一個。email 甚至係寫邊寫啲知咩好簡單，誒學校唔係上堂上英文堂成日都做嘅。不過佢考試唔同做嘅，因為做嗰時係可以 Google 翻譯，咁但係今次係冇，今次係冇嘅，即係話你要自己嘗試，佢要 try 嘅。六月七號端午節唔使翻啦。星期一六月十號嗰日考地理 geography， 咁我就估Miss 都會喺考地理之前嗰日都會講。嗱，記住考試唔合格嘅同學，即考試唔過一半嘅同學，請記住暑假嚟留嚟學校補課，嚟幫地幫哇 delay 幫你哋打好個底，升中六。因為佢嘅志願都想我哋讀好啲，咁我估應該咁樣講。咁但我心諗，已經咩啊？已經留過啊？唔係，已經係佢講過八月中要翻學校補課補再教一啲選修單元，即係佢仲有幾課未教，因為就第一課就熱帶雨林。第二課全球化，即係全球增温。即係第三課係珠三角，啲三課未教。咁但係地理科喂，但係中六嗰個翻學嘅生涯，只係去到一月或者二月嘅。佢去到嘅意思就係話，當放新年假，當放翻住 form five 放新年假第一日，我哋就係已經畢業啦。是畢業禮，不是畢業典禮，畢業典禮就五月嘅。咁所以話基本上，對而家冇乜時間。咁但係就唔好留啦。咁但係今次都幾難啊！有首先 P one P one two 嘅都有啦，跟住就佢要我哋温曬六課書，即係機會風險對抗饑荒，河流。跟住然之後，跟住可持續城市，跟住動態地球同埋珠三角，唔係同埋呢個咩工業、那個工業區劃轉變啊！呢六課書要你喺卷一卷二裏邊考曬佢，即係話佢卷一裏邊由八點半到十一點啊，即係兩個半鐘。咁即係話咧，有佢。他話 有三題 DBQ， 咁即係話佢六課書入邊選出三個，咁即係話佢選出三個嘅概率係二分一，因為三 over 六就二分一啦。你若揀嘅話，咁但係仲要交一條 essay， 咁但係 paper two 嘅 essay 淨係可以寫動態地球。咁但係心諗大牛哥都講過話動態地球。寫 essay 對嚟講係會炒嘅，咁我就都先講過講得啱嘅，咁但係心諗你寫 essay 炒，你 DBQ 都會炒，因為DBQ 裏面嗰啲 concept 要用喺 essay 度，即係就咩岩石、地理豐富呢啲都係套喺 essay 嗰度嘅。跟住又話咩沉積岩有層理，一層層層理，跟住出現層面，
咁就呢啲都係用喺 S 度嘅嗰啲 DBQ 嗰啲 concept。不過都係温地理啦，都係聽日都唔使温書，跟住聽日啲成日都冇嘢温嘅。我都誒温唔到，好簡單。都係照講，我唔識英文都即係盡啦。不過我唔識講英文添喎。